Chumden ding gombon ja hora yang la jang da lo gong lo zhu zhum ni zhum zhe ni da nam da ra ze jin ni dong gen jin jia zu jie ren ni ji da ge la wang zang gang da de bi zhong ma ren men dong ding ge ji zhe zhu zhong gen la wo ji da ze yang la zhu jie yang da zong zhu de ji zhong ni ma ni long li ji zhe zhong zhong ze Mario Mazer Dungram Yaga Jenny Jonza Rajana Donne Dajan Sajin Dajan Yodan Lizon Yajito Jujal Jadan Jenny Jantin Dolo Mazer Jawara Yola and the Umara Bazana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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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a Baz Umara Bazan Domara Baza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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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ra bazan ardum 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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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zan Umara bazan ardum zirdan cijim ceren gozer ci dolu deme men baroz Kwa tan dan ju zon lo domba Lu du rubi na wab ci de soro Nyar ci cimbo zulun nimi jan zoni monum cimbo ngardiyat Bagre dangam zandu jirmer do, dumba dije janla janzar lo.好，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这个课啊。今天的课呢，我们继续讲这个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的这个实修的部分。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每一天都在讲每一次都在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最好是发自内心的如果现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发心的话，那早着的勉强的也可以就是我们下决心我要从现在开始我要利益众生我要度化众生，为了度众生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我要成佛这个发心就叫做菩提心我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这个课然后听完了以后呢就一步一步的修那这个发心这样子的这个想法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这个动机就叫做菩提心这个非常的重要，首先大家发菩提心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这个内容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那么前几天呢有好几天都在讲包括这个上一次的这个道干经佛说道干经在内这些都是因果不虚的这个理论然后呢我们首先去学完了以后呢这个昨天也给大家讲过这些理论我们要静下来去思维这些要去一步一步的去推理这个这样子也叫做修心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今天就是开始讲这个另外的一些除了这个理论以外的一些这个思维的方式那么这个思维的方式呢我们今天讲不完的，只能讲一部分。只能讲一部分，然后大家首先去思维思考修前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些课的内容，然后呢也就去思维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然后其他的呢我们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再继续讲今天就讲一部分的这个修法思维的方式。首先这个因果就是我们对这个因果善恶的因果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然后呢我们基本上相信接受了这个因果观念因果的关系这种观念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那么
因是什么，果是什么啊？那这个善恶因果当中，善是什么，恶是什么啊？要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没有讲啊，什么是善，什么是这个恶啊，这些具体的都没有讲，我们只是讲一些因果关系啊，理论上啊，怎么样去接受，怎么样去理解。啊，接下来呢，就要讲这个具体的啊，善和恶啊，善和这个不善，是善和是不善。啊，首先啊，佛经里面啊，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善、不同的恶，根本就不止啊十个，也有很多。啊，但是啊，但是这个主要的啊，善和不善啊，可以归纳为四个啊，这个善和不善，这叫做是善和是不善啊。这十个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善恶当中的这个最关键的啊，最重要的这些，就最后就是归纳为十个啊。除了这十个以外，还有没有这个善恶呢？有，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但是主要是这十个。嗯，那么这十个啊，我们首先讲这个，怎么样去思考这个啊，这个是不善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是不善，然后再讲这个是善啊。这样子啊，这本书的这个顺序也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还有这个大圆满心系修习，这些所有的这个书里面呢啊，首先讲这个是不善啊，然后是不善啊，一条一条一条的讲，十个都讲完。然后呢再讲这个每一个这个罪过，它的这个果报啊，然后就讲每一个都有四种不同的果报。然后这些讲完了以后呢再讲这个是善啊，然后再讲这个善的这个果报啊，是树的这个顺序是这样子。嗯。但是我们修的时候呢，这个上一次也讲过了，稍微调整一下啊。修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怎么样调整啊？首先我们去思考，比如说这个是不善啊，是不善就是三个啊，身造罪就是我们身体所造的这个罪过啊，然后四个啊，口造罪。或者是欲造罪啊，语言啊所造的这个罪过四个，然后最后就是三个是意造罪啊，我们的心啊意识所造的这个三个罪，一共是这样子有十个啊罪，十个罪过啊，这十个罪过，然后这个十个罪过呢，这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比如说，出家人的戒律啊，在家人的戒律当中，比如说像八关斋戒，里面呢也有一些佛陀制定的戒律，啊，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个不一定是罪过，但是呢，因为这一天是佛陀制定了，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违背了它就会变成这个罪过，也有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不善呢，它都不是这样子，它就是它的本质就是罪过，它是本质的罪过啊。这个跟佛陀的这个戒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有戒律的，没有戒律的，信佛的，不信佛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所有人啊，任何人去做这些事情啊，都是罪过，这个跟身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样子。首先我们调整啊，调整以后呢，首先我们去了解，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不善当中，首先三个这个身造罪身体所造的罪里面的第一个就是
杀生。首先我们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杀生啊。首先我们把这个过去曾经我们已经讲过了，比如说打坐的时候的这个身体的姿势呀、拍武器呀，这已经大家都修了一年了，不需要再讲。这些全部讲，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然后静下来啊，心静下来，然后啊，我们开始去思考啊，思考什么呢？首先要去思考啊，去思维什么是这个什么是杀生，然后这个思考完了以后呢，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确定了以后，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杀生，就是四不善当中的杀生啊，这个我们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思考一下，那我曾经有没有这个造过这种罪啊，也就是说我有没有去杀过生，去思维一下啊，然后呢紧接着书的顺序是这个杀生完了以后就是投刀啊，但是我们思考的时候呢不这样思考啊，杀生这个思维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思考啊，杀生它有什么样的果报啊，杀生有什么样的果报，它的艺术果是什么，它的等流果是什么，它的增长果是什么，使用果是什么，这就四个不同的果，那它的果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思考。然后这个思考确定杀生就有这些果报，这个确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要去思考一下，那我也要我未来将来我也要面临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也要承受这样子的这个果报为什么呢，这个因我已经播下去了，这个种子我已经播下去了这个种子它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果那这个果我有一天也要承担也要这个承受的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个因那么果我愿意或不愿意都会成熟的就成熟在我的这个身体和精神上。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思考那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因为我就是已经做了这样子的杀生的这个罪过了那么杀生的这个罪过，一旦杀生有这个罪过，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要承受这样子的这个果报那我也已经是有这个罪过了，那我肯定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也要面对这样子的这个果报，我也要承受这样子的果报那这个时候那我应该怎么办去思考我们在理论上就是书本上就是把这个每一个这个是杀生，这个是偷盗，它有这样子的果报，这个有那样子的果报这样子去数一下四个四不善，我们把数一下，一个一个的数一下，这个没有用的这个没有什么感受感触不深所以每一个这个杀盗淫妄要给自己连接起来我曾经有没有这么做过如果有了，那我以后也要这样子，这个要承受这样子的这个果报那这样子那我怎么办就是要跟我连在一起这样子才会有效果然后最后的时候呢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去了解这个什么是杀生，第二个阶段再进一步的去了解那杀生有什么样的果报然后这两个确定了这个因和果关系我们相信，然后又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想，那我也造了这样子的罪，那我肯定也有这样子的果报，那我怎么办这是第三个这是第三个这个阶段我怎么办，那我应该怎么做这是第三个这个阶段，那我们是要这样子就分三个阶段来思维然后第一个杀生这个思维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再进一步的去思维
偷盗啊，那偷盗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呢，也是啊，跟刚才一样，就分三个阶段。首先啊，我们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偷盗啊，什么是这个有罪过的偷盗啊，什么是这个事不善当中的这个偷盗啊，然后呢，这个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想想，那我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啊？我有没有犯过这样子的罪啊？如果这一生没有的话，那么这一生没有啊，那上一世或者是再上一世，我能不能肯定没有啊？这个是肯定是没办法肯定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没办法知道就是这个头道啊。如果我们发现了我自己这一生。不需要去思考上一生，我这一生当中，都犯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错误。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因啊，我也已经播下了这个种子了啊，我也已经做了这些事情了。那这样子播下去了这个种子以后呢，有一天这个果一定会成熟的啊，这个果会成熟。那么果成熟的时候呢，那我也要面对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我也要接受这样子的痛苦。这是第二个这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去做什么呢？就这个去思考。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谐音啊，然后就下面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讲，都是这样子，思维的方式呢，都是这样子，这样子去思考然后思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一坐，比如说今天打坐的话，今天这一坐当中呢，只思考只去思考这个四不善当中的杀生就一个。就一个罪过和他的这个果报其他都不去思维就思维一个这样子也可以的，或者是一个星期当中一个星期当中呢，就思考这个杀生和杀生的这个果报其他头脑这些都不去思考都可以的都可以，然后也可以一坐当中一坐当中。那我们把这个杀生啊、偷盗啊这些都去思维这样子也可以，但是呢，一坐当中比如说把整个的这个四不善全部去思考，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结果，每一个这个这个罪过呢，它有三个至少有三个这个三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果报第四个这个食用果呢，都是所有的罪过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前面的三个这个也这个宜树果、灯流果、增上果，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每一个罪过都有三个不同的果，那这样子一共是有30个不同的果报。那我们这么一个小时当中去思考这么多事情，这个就是虽然是这些都过了一下但是呢，实际上就是没办法深入因为这个这样子，可能这个思维就比较混乱因为这个思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个如果太多了的话，不太适合但是一坐当中，比如说我们。一坐当中，首先去这个思考杀生，然后再去头刀谐音这样子2个到3个也可以的这个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怎么样都可以的自己认为怎么样修最有效果就怎么样去修干出最神的是哪一个就是一坐。只修一个，或者是一坐当中就思维2、3个罪过，都可以这个都没问题的。但是前提的条件前提的条件是我们坚信因果坚定不移的相信，否则相信否则的话呢就是因果都不相信，那我们思考这些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所以前提的条件是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啊，这个因和果的这个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去思考啊，这样子。这些都是啊，这个十不善都是这样子。然后呢，是善啊，也是这样子。是善啊，是善。首先啊，什么叫做这个善啊？然后呢，比如说不杀生啊，不杀生啊，这个是这个是善之一。然后呢，不仅仅是不杀生，而且去放生。啊，而且去放生，那这个是特殊的啊，特别的这个十善啊，特别的十善啊，比如说每一个这个善啊，比如说我们不杀生啊，不去偷盗，那这个是不是善呢？这个不一定的，很多人也不偷盗的，很多人也不杀生的，但是这个只是没有造罪而已，实际上这个不是善。啊，那不偷盗怎么样把这个不偷盗它变成这个善呢？然后就是要有发心啊，发心下决心我不杀生啊，下决心我不偷盗，这样子才能够啊算是这个善啊，是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啊，没有去想到我不杀生啊，没有这样子，只是没有杀生而已啊，这样子这个就不叫这个是善啊，这叫做没有去造罪而已啊，没有去造罪，但是这个还不能算啊，这个不能算是这个善啊，还不能称为善。如果要称为善啊，那就必须要内心当中下决心啊，我不杀生。我不偷盗，我不邪淫啊，有这样子的决心啊，有这样子的发心啊，才能够啊这个善。但是这个善啊，就叫做一般的善啊，一般的善，一般的施善和特别的施善啊。特别的施善是什么呢？除了不杀生啊以外啊，去放生啊，去放生，救民啊，然后呢？除了不偷盗啊，除了不偷盗，还去啊布施给予啊给予，然后呢，除了这个不邪淫啊之外，还有这个收戒啊等等。那这样子的话，那这种啊这种这种善，它就是多了一个层次了，多了一个层次。所以呢，这样子的这个十个善十善。啊，叫做这个特别的十善啊，特别的十善，然后十善也是这样子，不光是这个一般的善呢，或者是这个特别的善都也好啊，我们首先去确定什么是一般的善，什么是特别的善啊，然后再去啊，再去这个思维，那我曾经有没有啊这样子就这个。这个造过啊，这样子的这个有没有信这样子的善啊？有没有这个积累这样子的福报？然后呢啊，再进一步，第二个阶段就是善，比如说这个是善，第一个啊，不杀生或者是放生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果报？然后呢，有这个果报确定了以后呢啊，然后。第三个阶段，那我以后如果我之前没有去去这个行善，那这样子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做啊，如果我之前有的话，那我应该继续这个行善啊，就是这些方面啊，这是第三个阶段，这样子去思考，每一个都怎么去思考。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施补善，施补善就分成三个阶段，一共是有30个啊不同的这个思维啊。然后呢，施善啊，施善也就啊每一个分个三个阶段，那这样子一共也有30个啊不同的这个思维，一共加起来就有60个啊60个不同的这个不同阶段的。这个思维啊，不同的阶段的思维啊，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善和不善分开，然后呢，这个分这么几个阶段啊，这样子去思考的话，那这个思路就是很清晰的啊，很清晰，然后
小国也是比较明显，因为我们把每一个这个思维都跟自己有关啊，跟这每一个善恶这个因和果全部跟自己连在一起，这样子去思考的话，那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心里去想一想，哦，这样子叫做杀生，这样子叫做偷盗，这样子叫做邪淫，然后杀生了就有什么样的果报，这是心里去思考一思。去想一想这些这个数一下这个是不善的这个数字啊，一样，这个没有什么效果的所以要这样子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修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每一座都有小果啊，都有一定的这个小果。首先，我们坚定不移这个因果关系，相信这个。因果的关系，然后呢，就因为自己如果是发现自己曾经就这个做过这个，已经造了这个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话，那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做了啊。现在就是要去忏悔呀，等等这样子以后呢，就又坚定不移的相信因果，然后呢，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去忏悔啊。我一定要去忏悔，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思维这个是善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善每一个都有很好的这个果报，这个我们发现了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我曾经有没有去这个行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觉得我为什么有这个机会，为什么不行善呢？明明有这样子的机会，我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做呢？那曾经没有做，那我不能再不做我一定要去这个要去行善就最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有两个这个结果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思维需要得到两个结果两个结果，一个是这样子的恶罪果有这样子的这个果报，要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我曾经就是有这样，已经犯了这样子的罪，所以我一定要下定决心要去忏悔这是第二个这个结果第二个结果。然后行善的时候也去思考这个善的时候也是一样。首先我们坚定不移的去相信这样子的这个善。有这样子的善的因，就有这样子的善的这个果这个因果关系，坚定不移的相信这是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然后去思考那么善行善有这么好的这个果报那这样子的话，那我曾经有没有这个行善如果我们发现我没有这个行善，那我现在一定要去行善一定要，我不能忽略任何一个这个善善业，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善根我都不能忽略，我一定要去做最后就是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论那么就是要四个结论大家要记住四个结论，60个这个思维60个思维，4个这个结论这样子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总结60个不同的思维的阶段60个不同的思维的阶段4个这个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因果不虚思维的就比较修的比较到位一定会有帮助的我们首先没有了这个对因果的信任，这样子的话，我们未来修心根本就是没办法修就是我们把这些因果这些基础的东西没有做好之前就急急忙忙的去修大圆满大寿印，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效果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呢，我们很多人也就比如说，就是有些人去了以后呢，就是就去就灌了什么大圆满的灌顶呢
灌了什么这个大圆满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殊胜的，叫做一字须啊，一字须的观音呢，等等，然后就降了什么什么大圆满的这个发。我觉得可能他们没有这样子这个讲啊，他们讲的这些可能不是大圆满。如果是的话，那这个确实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啊，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能这样子的。如果真的想这个大圆满的法啊，如果他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这样子的话，负责任的话啊，这负责任的话，那么就是首先啊。我们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啊，基础东西做好，然后再一步一步的修，才有点希望啊，正悟的希望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是首先把基础先做的都不做啊，然后就直接去听大圆满，大圆满再殊胜啊，是没有用的。然后呢，这些上士啊，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啊，这些上士再了不起的话。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发起，我们的根基没有成熟啊，我们的根基就是跟不上这么高的法啊，所以呢，这个上师再好也好啊，再怎么发再殊胜也好啊，因为我们的根基太差了，所以再好的上师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昨天啊，不是讲过很多故事吗？释迦牟尼佛没有一个比释迦牟尼佛更厉害的上师啊，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啊。但是在佛陀的身边啊，如果是不听佛陀的啊，这样子的话，佛也是没有办法的啊，佛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更何况啊，其他的上师啊，所以呢。法很殊胜啊，这些上师也是很了不起，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根基不成熟，所以啊，就是不会有，最终还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结果啊，所以我们还来不及修潜心啊，然后就是去修去这个听大圆满的这个修大圆满的，我从来都不相信他们有什么证悟啊，有什么结果，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要老老实实的就把这些四加行、五加行做好啊。如果这些做好了啊，这全部我们自己该做的全部做好了啊，当我们的这个根基有一定的这个成熟，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听个大圆满的话，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我们证悟啊，有可能我们证悟，有可能我们听得懂啊，大圆满都有可能的。所以啊，这个听法啊，也跟这个种庄稼啊是一样的啊，种庄稼是一样啊。啊，农民种庄稼，在田里面也要这个，要干很多很多的活啊，干很多的农活啊，这些先做的后做的都是有顺序啊。那跟这个我跟我们的这个修心和学法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这些基础的这些没有做好的话，那就根本就没有希望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啊，虽然是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啊。但是呢，这个基础没有做好的话，再无常也好，再急也好，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根本就不可能啊证悟的。所以大家首先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加薪啊做好啊，点点滴滴的去做啊，然后呢，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去修的话，是要有可能的。好，这样子。啊，这些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啊！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这个修法啊。这个修法呢，实际上这个书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大圆满的前行不限上是眼角啊，这些这个书里面已经有的这些东西呢，我大家都看得懂啊，所以就是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解释，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还有一个有几个参考的书啊，前几天也给大家已经讲过了，有一些佛经啊，我们可以去阅读啊，还有一些像比如说像宗喀巴大师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样子的论啊，我们这个时候也要阅读啊，这个阅读和学习，提高我们会提高我们对这个因果的这个认识和践行一定会的所以要去这个要去度那我要给大家讲的呢，就是这些思维的方式因为这个书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一些思维的方式，要给大家讲那么是善和是不善呢？这个里面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也不需要讲太多但是呢，这个具体的一些思维的方式呢，还是要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好，我们首先第一个是不善，是不善当中的这个杀生首先是杀生，杀生什么叫做杀生？什么叫做杀生需要具备四个条件才叫做这个是不善当中的杀生杀生有很多，佛经里面讲有些杀生是有罪过的。有些杀生是有罪过的，有些杀生是没有罪过的，没有罪过的，有些杀生是有功德的，就是这样子，那什么样的杀生是有罪过，什么样的杀生是没有罪过，什么样的杀生是有功德的呢？有功德的这个杀生，这个是大乘佛教的说法，小乘佛教他不会这样子认为小乘佛教他认为，不管你什么样的想法和目的反正有这种杀众生的这个杀生的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它本身就是罪过这个就是他的观点。那大乘佛教呢就不一样了大乘佛教就是要看那你有一个这个杀生的这个起心动念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罪过，为什么呢？还是要看另外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为什么要杀生比如说你杀一条生命为了帮助更多的这个生命为了救更多的人比如说你发现如果你不杀这个人的话，他会杀更多的人杀了更多的人，最后他自己也会堕地狱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他有能力的话，就是把这个人杀了，杀了以后呢，他也没有去造这么多的罪，然后其他的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也就救到了他们的命那这样子，这个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私的成分没有任何自私的成分，完全是就站在利他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那大乘佛教就认为这个杀生不但是没有这个罪过，而且这个杀生是有功德。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为了帮助是为了帮助这些人，而不是因为嗔恨心而不是因为这个仇恨，也不是因为这个贪贪心，也不是因为愚昧。杀生就三种杀生，这个都不是他是为了救这些人，他认为如果这个人去杀这么多人的话，他自己一定会堕地狱的然后呢就又杀了这么多人，这些人和他们的这个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么多人，他的家属他们都会很痛苦。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去杀他我把这个人杀了以后呢，我一定会堕地狱的，但是呢没关系，我愿意牺牲有这样子的奉献的精神才这种杀生就变成就变成这个功德。所以大乘佛教里面呢有三种杀生小乘佛教里面就有两种杀生永远都不会有功德的杀生只是有罪过的这个杀生和没有罪过的杀生这个是大乘小乘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杀生的这个动机就有三种动机比如说嗔恨心抱怨仇恨这个就是打架还有就是战争这些都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杀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贪心的杀生，这个就是
宰杀动物呢，一般都是这个贪心啊，不是对动物有什么仇恨啊。杀人的话呢，基本上很多很多都是，当然也有贪心，比如说贪财，但是很多这个里面也有很多这个仇恨的部分都会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无名啊，就是因为愚昧啊，因为愚昧啊，比如说有些宗教就认为。如果是这个杀生啊，杀生，那么杀生，他们认为这个杀生这个可以即时啊，即时以后呢，这个就是这个让神啊高兴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上这个天堂，升天堂啊，这样子的这个杀生，那佛教认为这个是很愚昧的，佛教认为这杀生永远都不会有好的果报啊。但是呢，因为他不懂啊，不动啊，所以佛教认为这个是愚昧无明的杀生啊。那不管是这个这三种这个杀生啊，这个动机都是一样。不管是这个嗔恨心，还有这个贪心和这个无明啊，或者愚昧啊，都是有这个罪过的啊，这三个都是有罪过。首先，这个杀生的话，四个条件我们刚才说了。首先，第一个条件，我们明明知道对方是一条生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动物首先要确定确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以误以为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一个其他的东西最后就是比如说开枪最后发现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的话，那他这个时候虽然是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为，把一条生命结束了，让他结束了，但是呢，他没有这种想法，他不是。他没有这种杀生的这个想法他以为这个不是生命，所以这个还不够一个完整的这个杀生的罪过那首先第一个是要确定对方是生命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有这个就想杀死这个人和动物的这种动机这种想法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就是有这个心动心动上是他自己去杀，亲自动手或者是去安排其他人去做这两个是一样的，两个都有罪过的，但是亲自亲手去做的这些事情呢会更严重一些更严重，但是两个都是有罪过的，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呢，就是最后就导致了这个人或者这个动物的生命结束了那这就四个这四个就是如果有这四个那这种罪过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罪过这是有果报，有这个果报的这个罪过这种罪过，那我们想想首先我们大多去思考什么是这个杀生，把一个一个的去想清楚然后呢，我们再去想想，那我又没有这么做过比如说我们拍蚊子我们明明知道蚊子它是有生命的然后呢，我们想杀这条这个蚊子，这只蚊子也有这个动机有杀生的动机然后去派也有这种杀生的行为最后就蚊子拍死了它的生命结束，那四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或者是我们到餐厅去颠杀吃活物那这样子的话，首先我们看到这条鱼是活的是活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个鱼海鲜河鲜这些是活的首先我们没有认为它是已经死了的，是认为是活的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我想吃活的东西那这个那吃活的东西肯定是要杀生的
那他已经有了这个杀生的想法啊。然后呢，我们去点菜啊，他不是亲自去杀，是厨师杀的，但是呢，他让厨师杀的是一样的啊。然后去点菜啊，这个就是点这个活物，这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杀生的这个行为啊，这就是行为。然后呢，就这个行为就是导致了啊一条鱼啊，或者是另外一个生命解除了啊，那么这四个都有了。所以我们到餐厅去啊吃活物的时候，这四个已经有了，具备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杀生啊，是有罪过的杀生，有罪过的杀生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去思考就知道了，我们不需要讲那么多啊。就我们吃东西，然后就是这个拍蚊子、踩蟑螂等等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堕胎啊，我们明明知道它是一条生命啊。是一条生命，然后呢，就像明明知道这是一条生命，但是想把它打掉啊，这样子已经有了这个杀生的这个起心动念啊，然后啊就到医院去让医生开药啊，或者是动手术，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医生做的，但是呢，我们安排让他去做的，所以这是两个都是一样的啊。这种罪过啊，这种罪过是还不如，比如说有些东西还不如自己去做。如果自己去做了啊，只有一个人啊就有这个杀生的罪过啊。如果我们安排其他人去做的话，那就两个人都有这个罪过，比如说厨师有罪过啊，因为我要吃，所以我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医生啊，他也有罪过，为什么呢？我让他去做这件事情啊，我让他去动这个手术啊，所以呢，我也有罪过，他也有罪过，就是这样子。如果参与了七个八个人的话，那么这个参与的这些人每一个人啊，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罪过啊，这个是很公平的啊。我们心善也是这样子，心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亲自去放生亲手去放有功德啊。如果是我们自己不参加，我今天安排某一个人去参加，把这个放生的这个工作，我们去安排某一些人去完成这个工作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有功德啊。如果是我一个人去做了啊，我是亲自做了，我有功德了。但是呢，这是只有我一个人才有功德啊。如果我让多几个人参与啊，安排他们去做的话，那我也有功德，他们也有功德。这样子，这个善和恶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去思考这些细节啊，都去思考。然后呢，我们自己确定了以后，什么叫杀生？这个确定了以后呢，然后，那我这一生当中我们回忆不起的想不起来的就不说，我能够回忆起来的这些当中有多少个这样子的事情啊？我曾经做了个多少个比如说这一年这一个月有多少个这些都去思考一下。去思维，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学佛以后呢，这个可能比较少但是呢，所谓的学佛，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到这个寺庙去烧香拜佛但是呢，念佛的同时也拍蚊子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啊。那他们是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杀生的这个严重性所以就犯了这样子的错误。那一般我们就是进入了佛门以后呢，稍微就有机会接触这个真正的佛法接受了这个佛教的这些真通的教育的人一般是我们学了佛以后呢，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少但是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在这个之前就做过多少次这样子的事情，大家去想一想我们
就是生活当中常见的，就是拍了多少个蚊子啊，吃了多少个这个活物啊，然后呢剁了多少个苔啊等等，那这些去想想，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造了啊很多很多的这个罪过啊，如果不忏悔的话，那真的是，这个。是到时候就是啊，这个国报是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的啊。那这样子啊，刚才我讲的，首先我们去了解什么是杀生，然后进阶之去思考，那我做了多少个这样子的事情啊，有没有做过啊？然后这两个是一个阶段啊，我们刚才讲的60个。或者是30个这个思维的阶段当中，这两个就算一个阶段的这个思维。好，这个首先我们了解这个什么叫做杀生。然后没有罪过的杀生是我们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死了小动物这个我们根本不是故意的，然后也没有看见还有就是像交通事故这样子的这个当中出现的一些意外，那这都不是故意的都不是故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没有罪过的这是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大家都是公认的，这个是没有罪过的。那有罪过的这种杀生我们因为仇恨心的这个仇恨去杀生，这个可能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不会有的但是这个因为我们那比如说这个也不能这么说，这个可能也是我讲这个可能不到位我想这个我们拍蚊子这个是仇恨这个不是仇恨是什么的，这又不是愚昧又不是贪心，就是因为蚊子叮我所以我拍死它这个是仇恨，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种也就比较多了然后很多很多比如说贪心以贪心去这个杀生这个就已经很多很多我们这个吃海鲜喝鲜都是因为贪心然后愚昧也有的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呢觉得这个杀生是没有果报的，所以就是去杀生，那这个也是愚昧的愚昧的杀生我认为有两种，一个是有些宗教就认为这个杀生是这个心善这个是愚昧，另外一个呢我们没有信仰的不相信因果的人就觉得杀生就没有什么罪过，去杀随意的去这个杀死这些小动物那这两个都是属于这个愚昧的这个杀生那么这些东西我们曾经做了过多少都去思考一下这是第一个这个思维。然后这个思维完了以后呢我们先不去思考这个头道然后再去思考第二个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那杀生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果报它有什么样的果报每一个罪过都有4种不同的果报4种不同的果报，其中的最后一个呢任何一个这个罪过它的果报都是一样它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杀生以后如果不去忏悔的话，那么这个杀生的罪过就是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这叫做这个食用果，这个是所有的罪过都一样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前三个这个果报都是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叫做易树果等柳果赠上果就这三个果这就是三个果。易树果呢成熟比如说我们去杀生了以后呢这个果报以后它不会成熟在这个没有情感的这些物质上面，它会成熟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上面我们的精神上面，那这种成熟的这个果报叫做易树果
那一疏锅是什么？杀生的一疏锅啊，杀生的一疏锅是什么？佛经里面讲啊，比如说同样一个杀生啊，同样一个杀生，它的一疏锅有可能啊是地狱啊，有可能是恶鬼啊，有可能是旁生啊，这三个都有可能。嗯，为什么三个都有可能呢？如果这个杀生啊的这个动机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仇恨啊，或者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欲望啊，这样子啊，什么叫做严重呢？可以有从几个方面可以讲啊，一个是长期的啊，比如说去杀一个人或者是一条动物啊，想了很长很长时间啊，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是还不放下啊，还不放下，一直都特别的执着，特别的去想做这件事情啊，就两年三年或者是很长时间，嗯，杀生啊、偷盗啊都是一样啊，那这个就长时间的啊，这种欲望和这个嗔恨啊，这都叫做严重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啊，非常强大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嗔恨心啊，根本就克制不住，自己都控制不住的这种嗔恨心，以这种嗔恨心去这个杀生，或者是以这样子的这个欲望啊去偷盗。嗯，那这些叫做这个啊非常严重的这个动机，那这样子的严重的这个发心去杀生啊，那就是地狱啊，地狱。如果这个欲望是没有那么的这个强大，一般啊，那就是这个中等啊，就是这个恶鬼啊。然后稍微轻一点的话啊，那就是旁生啊，就是动物当中投身到动物当中，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如果在恶鬼当中的话也好，在这个地狱的话啊，那这个果报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在这个之前啊已经学过了啊，已经学过了轮回的痛苦啊，轮回的痛苦的时候，这个里面呢就讲过了。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这都讲得很清楚的。那这些都叫做这个一疏果啊。首先，我们去思考一下啊，杀生是有这样子的一疏果啊。那么我们再回去看看，那我过去，比如说我们杀生的话啊，那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啊？什么样的这个动机啊？比如说我们拍蚊子啊，一下子拍死蚊子，那这个我想的话应该不算是很严重的动机，因为这个也没有去想很久啊，我们也没有去想很久，去想了很久，最后就下决心要杀要拍蚊子，也不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临时决定的啊，所以呢这个也不算是很，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啊，然后就对这个蚊子也没有那么严重的这个嗔恨心，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比较轻的啊，比较轻的这个动机啊，然后这个其他的呢，我们这样子自己去判断当时我去这个遭罪的时候，这个动机应该是属于这个哪一种严重的，或者是轻的，或者是中等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本身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强它的度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时间从时间的方面自己去判断我们曾经找的这些罪过的这个动机应该属于什么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会明白过去找的这些业是让我下地狱的，还是恶鬼道的，还是什么这是一个思维然后呢立即就会思考那如果是这种动机如果下地狱的话，那我曾经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行为杀过这样，就以这样子的动机杀过生那我怎么办那我这个那我已经造了这样子的因造了这样子的因，这个锅
会成熟的。那成熟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啊？这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我们刚才没有讲得很清楚啊。第三个阶段，那我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这样，那我怎么办呢？就忏悔呀，忏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忽略啊，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啊，很小很小的这个罪过，很小很小的罪过，当它是硬的时候呢，这个不是很大，一个很小很小的罪过，但是它变成了果的时候呢，然后啊，它这个发生这个果的时候，那这个很小的因就会有很大的果，这个我们之前这个理论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啊。虽然这个虽然比如说拍死一个这个蚊子那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也没有太强大的这个嗔恨心然后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也没有去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损减但是呢，这也是杀生这个杀生不能忽略，如果忽略了以后呢那就会有这个果报。果报先前的时候，果报成熟的时候呢，我们昨天也讲了很多的公案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应该去忏悔所有的这些罪过因为这一生当中呢，虽然我们也造了很多的罪，但是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是我们现在都来得及一切都来得及曾经比如说我们造了再严重的罪，比如说像无间罪这样子罪过但是我们现在来得及忏悔来得及那所以我要把过去的所有的这些所造的这些罪过要回忆起来能想得起来都要去思考去想，然后呢把这些全部的这个罪过就一气去忏悔不管是这个忏悔的这个深度有多深多好凡是有忏悔的罪过都变成他的这个罪过会变成这个布丁也布丁也就是说我们上一次讲过四种也当中最后一个不确定的这个果，不确定的果就因为忏悔了以后呢，这个因的这个力量已经很小很小了所以呢他也许以后有以后有果报，也许没有果报。如果再做的稍微好一点的话，那就完全可以没有果报这个是大乘阿毗达摩里面讲过的，凡是忏悔过的这些罪过凡是忏悔过的罪过，这些罪过都会变成都会变成这个不丁的业不丁的业，这是不丁的业，就是说他的果报不会这个先世果报然后呢他也不会这个来世他也不会再后面他这个因为经过了这个忏悔以后呢就摧毁了他的这个力量他的力量，所以他也许有果报，也许没有果报，因为就他就忏悔过所以这个非常有用的我们要把全部能够想起来的全部去回忆，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回忆的这些呢我们从无始以来的所造的全部的这个罪过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把全部总结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有多少，但是反正所有的这个罪过，我所造过从无始以来所造的所有的杀生所有的偷盗，这样子就可以了我全部现在开始忏悔那这样子的话也就这样子就非常有用的这是一个我们刚才前面的两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分两个，有另外的小的阶段小的部分那这个也是首先是对这个罪过的忏悔，然后另外一个呢
心善啊，心善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轻视啊任何一个善啊，哪怕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善根啊，它也啊从现在当它是一个因的时候，当它是一个种子的时候呢，啊它是一个很小的善根，但是呢啊它发挥它的这个啊作用，最后这个啊果发生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果啊，善报啊，它有很大的善报。所以呢我们啊每一个啊善根，哪怕是再小的，都不能啊不能这个轻视啊，都要重视啊。那么重视我们首先就是这个要比每一个善啊都要具备这个善殊胜啊，首先要发心，然后就专心的去做啊，最后就回向啊，这样子的话每一个善啊都变成了非常非常啊大的这个功德。这是啊第三个啊第三个这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那我们每一个都需要这样子的阶段啊，三个阶段分三个阶段来思考。好，这是我们杀生的这个易疏果啊，然后第二就是这个等流果啊，等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啊上一次这个学习《佛说道干经》啊，这个里面就讲过了，因和果啊是相识的。啊，相识的啊，相识的，所以叫做等啊，等就是因和果是相识的。比如说种瓜的话啊，那它因是瓜，它的果啊也是瓜啊，它的因是豆啊，它的果也是豆，这两个因和果是相识的啊，相同的啊，所以叫做这个啊。等啊，等流啊，流就是这个流出来啊，流出来的果啊，从这个种子当中流出来的，或者是长出来的这个果啊，生出来的这个果啊，这个因和果是相同的啊，不会善的这个果不会是同啊这个恶报啊，不会这个恶的这个果报报是这个善报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等同啊相同的，所以叫做等啊等流果。然后这个等流果就有两种等流果，一个叫做熟啊，熟就是干熟啊，干熟接受，主要不是接受，干受啊，干受的受，受等流果，还有一个叫做行动等流果，行动啊，行动也就是行为啊，行为，两种不同的这个等流果啊，两种不同的等流果当中的第一个杀生，杀生的这个等流果是什么呢？比如说下一时啊，下一时，这一生当中啊，杀生，然后呢，就让他啊，这个堕到，比如说地狱和恶鬼啊，那这样子的话，地狱和恶鬼他的寿命啊，他的寿命是固定的啊，他的寿命是固定的，所以不会因为杀生他的寿命断啊，不会的。但是如果他啊投身到这个动物啊，投身到动物当中的话，那动物和人的寿命是不一定的，有长的有短的都有的。所以如果他投身到动物当中的话啊，那就这个寿命短啊，寿命很短啊。等流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啊就剥夺了另外一个生命的这个生存权啊，现在他自己要面对这样子的同样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会有其他人啊来剥夺啊他的啊这个生存权啊，那这个就是等同的啊，等相同的啊，应该叫做相同的寿命啊短啊，然后下一世啊命断多病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然后呢一生当中啊就有很多的这个病痛啊，就
就照遍了各大医院啊，都治不好啊，这样子一辈子都不健康啊，生病啊，小的时候啊就开始生病，那这个是因为上一世啊杀生，那杀生的时候呢啊，就是让这个被杀的这个生命，让他啊就是感受到啊极大的这个痛苦。啊，让他感受到极大的痛苦，所以现在他要这样子，这个生病啊，这样子，这个面临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上一世就是结束了啊，就让一个生命啊结束了啊，所以现在他的生命短啊，他的生命很短，叫做等六啊，叫做等六过啊。上一世做什么样的这个，造了什么样的罪啊？下一世或者再下一世的时候呢，受相同的啊，同样的、相同的、类似的果啊，类似的这个过，这所以叫做等六过啊。这是受啊，受就是感受方面的等六果。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行为啊，行为方面的等流过是什么呢？比如说上一世啊，他是杀生的啊，那么这样子呢，下一世的时候啊，如果他是一个动物，或者是投身到人间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啊，或者是动物啊，他都生下来的时候啊，就特别的这个喜欢啊。杀生啊，对杀生啊特别感兴趣的啊，特别感兴趣，然后而且这个对杀生啊，有各种各样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非常能够杀生啊，就是在这个方面特别特别在行的啊，会变成这样子的人啊，或者动物动物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啊，在动物世界里面啊，这些动物，当他们这个杀生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确实是有意外的这个，我们意外发现他们有那么大的智慧啊。但是这些智慧，这一些昆虫啊，一些小动物，它都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杀生的这个方法。那么它先天啊就会。这样子，头倒的话也是这样子。有些动物生下来的时候，它都非常非常的头倒方面特别感兴趣，特别的在行，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头倒也是这样子。这些都叫做行为方面的等流性等流是这样。如果下一世，比如说这一世当中杀生。然后就这个，因为下一世如果投身到人或者其他的这个六道当中那也是又会堕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有这个行为的这个登六他有去杀生，有去偷盗有去偷盗了以后呢，他又会堕地狱，又会堕恶鬼然后在地狱恶鬼当中就受了非常非常漫长的这个痛苦。回来了以后呢，因为有过去的这个登流的过，又去杀生，又去偷盗就是这样子，然后又堕地狱就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坐牢坐了很长时间，回来以后呢，也不到一年两年又犯罪又坐牢就是这样子这些都是跟这个我们那这些善恶因果都是一定要高度重视要不然的话，真的是这样子，非常非常可怕的这是他的这个登六果然后我们去思考这个登六果然后思考了以后呢，又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那我曾经也比如说杀过生、偷过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我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登六果因为我已经做了这样子的因有因的话一定会有果那又怎么办那我怎么办？然后就是怎么办？第三个就是阶段第三个思维的话，那怎么办？那当然要去忏悔要去忏悔，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二，这个等流果，然后思考这个等流果然后第三，我们再去思考
政商国啊，政商国，政商国一般是成熟在这个黄金啊，成熟于黄金。邓六国一般这个政商国一般都是成熟于黄金。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国啊，这几个国它不是这个成熟于黄金啊，就是成熟于自己个人的身体上啊。然后这个增上国呢，它一般都是这个跟这个成熟于黄金啊，成熟于黄金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杀生啊，杀生喜欢杀生的人啊，他的这个增上国是什么呢？下意识啊，他会投身到一个这个投身的这个黄金啊，是由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经常这个生命经常受到威胁的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啊，就这个意思。那比如说经常有地震啊，经常有海啸，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自然灾害啊，就是根本就没有安全感的这样子的环境啊，投身到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这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任何时候啊，都生命都会受到威胁的啊，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会投身到这样子的环境啊，这个就是因为啊，比如说杀生的时候呢啊，杀生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比如说一个杀生啊，它有三个啊，它有三个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国报。为什么呢？就因为杀生的时候，这个杀生一个这样子的行为当中就有三个类似的事情。比如首先啊，杀生的时候呢，让这个生命啊就感受极大的这个痛苦啊，所以呢他有这个异书国啊，在地狱在恶鬼啊受痛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杀生了以后，杀生就是让他的生命啊结束啊，让他的生命提前结束了，所以他就有这个登流过啊，登流过下意识他生命也很短啊，登流过。然后呢啊，杀生的时候呢，他就毁掉了这个人的光环啊，所以他现在就投身到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啊。环境当中，所以这些因和果是我们在《道干经》里面学到的一样，这是相似的啊，相似的，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果报。这个很简单，我们种什么庄稼就长什么庄稼，一模一样啊。然后就是这些很小的种子就有很大的这个结果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看得到的，很多的农作物啊都是这样子。农作物都是这样，如果农作物我们如果它的因和果都是一样的话，那没有必要去种地啊，因为正因为这个因和果不一样啊，一个小小的因可以有丰收啊，有很大的这个结果，所以种地啊，所以这个因和果跟这个因善恶的这个关系啊，是善恶因果是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这个理由啊，一样的理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异数果，为什么有异数果啊？就是因为他杀生的时候让这个生命啊，就是感受到极大的痛苦，所以他现在要不堕地狱，要不就堕恶鬼，要不就在这个旁生当中要受苦啊，因为我们让别人受苦，别的生命受苦，所以我现在要受苦了啊，这是相同的啊。遗属过登流过，就是因为我让他的这个生命提前结束了啊，缩短了他的生命，所以登流过现在我这个时候啊，生命也很短啊，生命很短，除了地狱恶鬼的生命是固定的以外啊，这人啊动物啊这些都是生命不一定的，生命是不定的啊，这个生命的长短是不定的，那么这个这样子的终身当中啊，他就会生命会很短的啊，那这两个是相同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成熟在这个环境上的啊，这个增上的果也是这样，就是因为他
把一个生命啊，把一个生命啊，就杀死了以后呢，他的所有的他的这个光环啊，他的辉煌的东西全部啊摧毁了，没有了啊，消灭了。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下意识呢啊，他这个也就不能生活在一个优美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他的这个环境也是很糟糕的啊，糟糕是都是糟糕，但是不一样。比如说投岛的话，那他的这个环境啊，他的环境是经常啊，他的财产啊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的这样子的地方啊，环境就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啊。然后他的财产方面就是没有安全感啊，投身到这样子。然后呢，杀生的话，他不是他的财产，他的生命啊就没有安全感啊，他的生命就是没有安全感。然后呢，经常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来自于环境的这个威胁啊，来自于环境的威胁啊。那这是他的这个增上过啊，这三个为什么一个因就有这么三个过呢？啊，三个过，那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是，比如说杀生的时候啊，他给这个对方啊被杀的这个生命，就是啊给他啊就有这样子的三个啊，比如说痛苦啊。提前这个结束生命啊，然后毁掉他的这个光环啊，他就做了这三件事情，所以他现在就要面对这三件同样的三个事情啊，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三个不同的啊这个啊这个国报啊，为什么一个因就有这么三个不同的这个国报呢？啊，医输国、登留国、这增上国，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因和果是啊，因和果是这个，这个相同的啊，因和果是相通，所以就有这些了啊。这个我们要去思考，然后增上果去思考，然后确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啊。那我曾经也杀过生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下意识也会投身到啊，生命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啊，生命就是时时刻刻都会受到来自于环境的大自然的威胁的这样子的地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啊？这样子去思考，那应该怎么办呢？就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的这个思考啊。那应该怎么办？那就应该忏悔啊，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啊。这样子每一个都要去这样子思考，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叫做食用果。这个食用果呢，没有什么其他的，也都是一样啊。反正善也好，恶也好，比如说我们善啊，心善啊，如果我们回向了，那回向的话，一般的这个罪过都不能毁掉这个善根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它时时刻刻都会增长的啊，就时时刻刻都会增长啊，这个善根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罪过也是这样，如果遭罪啊，没有去这个忏悔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它也就会越来越增长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跟这个善恶的所有的这个因果都是一样啊，这个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去啊，可以去。可以去这个思维啊，如果我现在啊不去控制它的增长啊，不去控制它的增长的话，那到时候啊一个很小的这个罪过，最后就是增长增长，那最后就可以增长到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子的这个，最后就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罪过，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早一点啊，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好去这个忏悔啊，这个也去思考。好，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思考的方法啊，我在这个杀生这个上面呢，这个思维的方式啊，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了，比较详细了啊。然后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讲啊，那其他的都是大家自己看书啊。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然后呢，思维的方式呢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就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里面就有两个小的这个部分啊，这样子去这个思考
这样子思考的话，我们对这个英国的取舍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人士从今以后呢，我们这个修得比较好的话，从今以后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般不去犯这些错误一般不会去这个杀盗淫妄这些比较重大的这些罪过，我们一般都是就不会的如果找了这样子的罪，我们也主动的去这个忏悔懂得忏悔，很大的这个作用它一定会改变改变我们自己，一定会这个我们的行为上还有就是说话呀、做事，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动机、发心这些方面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这样子有改变就这个达到了这个修这个第四个前行因果不虚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目标了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去思考。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认真的去修去修然后我们今天讲过的先暂时就讲这些，先修这个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些然后呢到时候我们的这个课还没有跟上的话，跟上我们的这个修心的精读的话自己就往下看自己往下看，然后就是按照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法把十步善全部就这样子去思考然后最后这个后面就有这个十善十善也是这样子，也有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这个思考通过这种方法去思考。那这个四个这个方法都这个都修完了以后呢，前面的这四个不叫四个方法，四个前心都修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对这个轮回就有一个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一个处理型处理型实在是不再想这个轮回当中不再想这个轮回当中流转那这个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然后紧接着还有一堂课最后就是讲解脱的功德最后一个就是解脱的功德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像这个轮回的话，那就可以我们可以走解脱的道可以走这条路如果你不想在这里待那你可以走这条路，就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一个出路，没有发现一个出路的话，那就是觉得这个轮回很苦，也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也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这样子最后就是消极悲观消极和悲观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轮回是很苦的轮回当中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很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更有意义的，那我们可以去追求这个那这是什么？就是解脱。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消极不是悲观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去追求一个更高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更高的这个理想这样子就开始处理心了，这就变成处理心这叫做处理心这个处理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处理心方面呢确实是不是很好我们很多人平时有些道理呢特别的懂但是呢修心就是特别特别的懒惰不积极，那这些是很多人也问这是什么原因很简单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思加性的这个思维不到位不到位人生难得我们理论上知道了但是呢没有深入的感受
然后死亡无常，我们理论上也想明白了啊，但是呢，对这个感受不深啊，体会不深。然后，尤其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我们这些理论这些都听明白了啊，但是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感触啊。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深入的去思考。没有去打坐，就这个原因啊。如果真正的这个打坐，我们去修这个人生难的思和这个思加心，那修得比较修得比较好、比较到位的话，那自然而然啊，我们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精进啊，努力主动的去精进的，这个一定会是这样子啊。所以思加心啊，我们经常都在讲，思加心是我们修行的动力啊，修行的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动力，那这个这些大圆满、大手印这些再高深的法啊，再高深的法都是没有用的啊，这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啊，希望大家一步一步的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不要想这些前心呐，这些前面的这些啊，全部都就超越啊，直接就跳到这个最高的地方去修这是妄想，这个永远都不成功的啊。所以大家要一步一步的修，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尤其是这个思加心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没办法这个走上解脱道我们就是在座的应该都是佛教徒里面，还是算是这个佛教徒里面，就算是修解脱道的人学佛的人就不一定都是修解脱道的我们曾经讲过了，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还有一个叫做人天佛教人天佛教。那么，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这个都是求解脱的，走上解脱道的那另外一个这个修人天佛教的，那他们就不一定是修这个解脱道，他不是修解脱道的但是我们应该是修这个解脱道的。那么要修解脱道，那就必须要有出离心那出离心是来自于这些思维如果这些思维不到位，那没有办法有出离心了出离心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方法让大家有出离心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些通过这些道理然后自己去想想明白了想通了然后就自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就知道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知道我们应该去追求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就这个出离心自然就有了自然就有了。所以如果你们想证悟希望自己证悟空心禅宗讲的明心见心或者是大圆满讲的这个证悟如果希望自己证悟那就先不要修大圆满，先不要修禅宗，先什么都不要去修，先修这些出离心和这个菩提心这个道这个修道的这个次第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了解，太了解了这个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境界，但是这个过程这个次第是非常的了解如果你们不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最后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些，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人当中就因为首先不修加心或者是加心就是在数量上勉强的就是完成一次，然后就是等不及去求什么大圆满我想这种人的话，就不要想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收获最多也就是有一个什么听过什么了不起的大圆满，就是有这种就有这种很好听的这样子的名声什么什么是很了不起修大圆满的等等
没有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修正啊。如果大家啊不追求这些名啊，想追求一个真正的这个修正啊，那就先不要急，先修这个十加信和无加信啊，然后再说。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啊，然后呢，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互动交流啊。今天我们应该不需要念这个传承。顶礼上师，这是现场的问题。通过忏悔可以消除过去所造的果报，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是说加入了另外一个因果呢，还是说？是的，它本来是一个恶的这个因和果啊，然后呢，它就在中间加入了另外一个因果，这个因果就破坏了原来的这个因果的系统啊，破坏掉了啊。比如说啊，种地的时候，如果这个雨水各方面的顺利的话，那么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因和果，它可以丰收啊。但是中间有另外一个因果来了比如说干旱等等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干旱它就破坏了它的原来的这个因果的这个系统啊，这样子以后呢，从此以后它就不会，这个因果就不能继续了啊，就是所以它就这个就没有不会长出庄稼啊，就这样子的道理。这是网络问题。顶礼上师，弟子现在在学五加行，但是身边一些学修的比较快的道友已经开始学习辟谷和断食，听说通过辟谷可以打通经络，而且长期断食后饮食变少，身体变轻，但是弟子还是很怀疑这样的做法真的可以达到究竟的效果吗？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请上师开始。这些都是外道印度教的这个说法啊，辟谷长期不吃饭的话，这个对身体的排毒也许有一点好处，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通过辟谷啊，通过不吃东西，这个用这个方法要达到什么出离心、菩提心，或者是这个解脱方面的这个目的，那这两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这是完全是两条路所以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辟谷呀什么打通经络，这个都是，反正它打通的是什么经络我不知道，这个佛教的这些经络是不是这样子打通的。谢上师，还是网络问题。弟子听道友说，如果破了根本戒后是无法恢复戒体，而且作为在家居士女性，今生也没有出家的机会，请问是这样吗？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在家人根本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任何一个在家，比如说在家人去守这个戒律的话，他的任何一个戒律都可以忏悔的，忏悔了以后呢，都可以再守的。这是现场问题。请问上师，已经获得了四级灌顶，但是没有一子序的灌顶，能否佩戴和念诵一子序？一子序它是在密法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它是一个特殊的所以呢，如果要佩戴一子序，那就需要这个一子序它自己的灌顶它本身的灌顶才可以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先不要佩戴，放在佛堂里面顶礼供养就可以了。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巨大的善业可以冲抵恶业吗？换句话说，善恶可以相抵吗？比如说有人说放生可以灭罪业，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放生可以灭罪业啊，这个当然是可以了。就是说善业和恶业是可以相抵消的吗？也可以这样子，但是也不一定的，不一定。但是比如说杀生的罪过
以放生来忏悔，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杀生的罪过是不是一定要用放生？那也不一定。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像金刚萨埵呀，其他也可以抵消的。嗯，请问上师，有人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修行越深，磨难就会越大，是不是修行越好，生活和工作就会容易出现很大的违缘和障碍呢？也不是，金刚经还有这个般若经里面呢，有这么讲过，比如说修行的这个越精进的人，就是越有障碍。有这样子，但是这个障碍呢，他的修心的这个道路上，比如说修心好的人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事情不顺利或者是修心的这个有些违缘呢，有的。但是呢，因为很精进呢，那这个违缘呢不能阻碍，不会阻碍他的前进，而且就会变成他的动力，所以他的修心更加的快，更加的好，所以这个不是问题了。嗯，这是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在《了凡四训》中曾经说过，最上者至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知即无。如果以上面两句中所讲，才动即觉，就是说分别念升起的时候，觉知即无。那这样子的话，是否有因种入实田呢？是否会有果报呢？是否有果报？就是说念头升起的时候去关照它。是，如果是念头升起的时候关照那这个关照就有两个可能了。一个是比如说他关照了，但是没有真无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念头还是有果报的。比如说有一个恶的念头出来了，那出来了以后呢，他去关照，关照了以后，这个恶的念头他没有这个积蓄，停滞了，但是呢，因为他的关照的方法，他不是空心所以刚才已经产生的这个念头还是有果报的。如果这个时候的观照它是空心，证悟了空心那这个刚才这个参上的这个念头，它感觉到这个是体会到这是空心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会有果报的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观照的话，这个即使是有果报的话，那这个果报也是不是很严重的。果报不大，应该是比较轻的。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杀生是因为对众生造成伤害，所以有果报。那么在邪淫中，如果只是看色情的东西，动邪淫的念头，但是并没有真正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没有这个对境，这样为什么会有果报呢？这四个我们刚前面讲过的，这个比如说杀生要犯一个完整的这个杀生的罪过，那就需要具备四个条件那其中一个两个不具备的话，那这个是有这个罪过，但是这个罪过轻罪过不是很重然后其他的邪淫偷盗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他想去投结果就是没有投成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有罪过，但是这个罪过不严重然后杀生也是这样子，然后邪淫也是这样子。这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四加行和五加行可以同时修吗？还是说必须按照次第圆满完成600小时的四加行观修，再开始进行五加行的磕大头、金刚萨多等等？因为五加行有诸多计数的要求，弟子想知道是否可以在观修四加行的同时，每天把五加行的程序同步一点一点的进行着呢？那个如果是说这个无加心的这个他说的无加心，这是可能是认为是这个一个数量那这个修四加心，然后大坐的时候修四加心出门的时候就完成一个数量，
啊，这样子是肯定本来就不是吴家姓，吴家姓需要完成这些书量，但是吴家姓的内容不是这些书量啊，是需要吴家姓也，比如说像菩提心，要必须要实实在在的去打坐啊。那这个当然，比如说啊，一天优秀这个出离心，优秀菩提心，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每天修两座，那么一座当中呢修人生难得呀无常，然后另外一座就修这个菩提心啊，或者是金刚萨埵，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这没有必要这么做啊，还是先把这个四家行做好，然后再做五家行，这样子比较好。网络问题，请问在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永不成佛，这样发愿以课前发愿的，为了度众生而成佛的决心，两种发愿，当愿得成就的时候，在度众生的能力上面会有差别吗？请问上师会推荐哪一个？啊，能力上面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就是菩提心，有三种菩提心呢。就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就叫做无通誓的这个发心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平时讲的啊，为了度众生我首先要成佛，这就是国王誓的发心啊。实际上这两个发心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啊，但是最终的话还是要首先自己成佛。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他的发心是这个目通识的发心，但是呢实际上成佛还是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先成佛了啊。所以首先是要自己成佛，那成佛了以后度众生的能力就没有什么差别。请问上师，证悟了因空性以后，是不是之前的所有的因果都消失了？这个要看到这个，要看这个证悟空心的这个程度啊，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异地菩萨的话，那就基本上这之前的这些罪业都是清净了啊。但是呢，还有障碍、烦恼，还有这个所执障，一些障碍还在啊。完这些障碍全部啊，就是彻底的断掉，那就是成佛。啊，佛成佛的时候，所有因果都不存在了，啊，这个之前就是不一定，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平时经常都讲的这个初步的这个证悟啊，初步的证悟，禅宗的明心见性，大圆满的这个证悟啊，那这些呢虽然是证悟了，但是呢还会造业，还会有这个因果啊，不但是有因果，还会造业。所以这个要看他的这个证悟的这个程度。还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经济纠纷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因果？比如说别人骗钱，是不是累生累世我们也曾经骗过别人的钱？那要不要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要这个里面呢也许有啊，也许有这个因果，确实有可能是自己过去啊去抢别人的东西，现在是别人把自己东西抢走，有可能是这样，也许不是啊，这个也许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客观的因素，这个说不清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还是应该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手段啊去处理。还是网络问题，请问上师，凡事皆有因果，今生我们杀生所做的恶业，是不是也能说明被杀的生命前世或者无始劫以来也造就了被杀的果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也是这样子，这个也有可能，这叫做轮回。我们在这个《白夜经》和《现于经》啊当中就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呀。比如说有一头牛被杀了，那么这一头牛它本身它自己过去也就造了这样子的业，
就是因为这个他自己的业这一次就被杀啊，那么他自己的业就是就导致他的这个死亡。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去杀牛的人，他是不是这个屠夫是不是没有罪过？有罪过，两个都有啊，所以这叫做轮回，这个恶性循环就叫做轮回。他还问我们发愿今生乃至生生世世都不杀生，是不是可以断除一些因果？生生世世什么？都不杀生，是不是就可以断除一些？是是是，那当然了啊。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我的这个回答不太完整。比如说这个经济纠纷啊，如果他不想追究的话，那当然可以了，就送给他啊。然后就比如说以前啊，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有一个人，有一个修行特别特别好的人，他在山里啊修心，那么他到山上去修心，回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枭头啊进到他的屋子里面，那他枭头把全部他的东西都背出来，在门口上他们两个相见了。那这个时候他一看他还有一些东西他没有拿走，就然后这个修行人就告诉他，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拿走，我把这个给你。如果能够这样子，那当然是更好了啊，那这样是更好的。所以但是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呢不应该说应该取这个正常的手段取义啊处理，不应该这么讲，可以应该这么准确的表达，应该说可以用可以用正常的手段去处理啊，不应该说应该用正常的手段去处理，这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所以我要准确的表达啊。这是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成佛后没有因果，那么没有证悟和有证悟的因果一样吗？加行道和见道的因果一样吗？是否什么有证悟的因果和没有证悟因果一样吗？就是说，如果是证悟的人啊，和没有证悟的人，他所受的因果果报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他是处于加行道或者是见道，他的所受的因果是一样的吗？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昨天讲过，这个阿罗汉啊，他是证悟了一部分的人物，那他所受的这个因果，也就是比如说阿罗汉饿死了，阿罗汉被杀了，那这个跟没有证悟的人的因果是一样的。但是阿罗汉呢，他这一生当中啊，他有这个身体的时候，他会受到一些这个因果，但是呢，结束了以后，他这个离开了这个身体以后呢，那他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个果报。那我们普通人的话，就是不仅是这一世有啊，下一世还有的，就是这个差别。还有就是见道和加行道什么？他的意思说，是否见道，见解和证悟的程度不一样，产生的果报也不一样。是是是，那当然了。没有证悟和有证悟的因果是不是一样的？他处于加行道和见道的因果一样的。比如说阿罗汉他比如说过去的杀生，他这一生当中就会被杀等等一样的。那没有证悟的人也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比如说他的因果的这个轻重这些方面肯定是有不一样的了。好，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现场问题。通过《道感经》的学习，我们可以知道因跟果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对于凡夫来说，因果是存在的。凡夫是因为心对因果的挂碍而导致因果的存在吗？换句话说，是因为因果现象会影响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无法解脱吗？请问上师，我们修行是为了去除万法对我们心的影响吗？因为比如说《道感经》里面呢，也就讲了，比如说从这个生与低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没有因果，不存在因果的关系。但是呢，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道感经》就是讲因果的，讲因果的这个关系，因果的存在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因果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因果有执着对因果有执着，所以我们就会受到这个因果的影响。
如果有一天我们把英国也就是能够当作就是比如说像做梦的时候的这种梦境啊一样的话，那英国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啊。所以英国为什么影响我们，或者是说我们没有政务的人为什么有英国啊，就是因为我们对英国有执着啊，有执着，我们把英和国当作一个真实的英国，所以这个英国就对我们产生了作用，这样子的。感恩上师开始。好，我们现在最后大家回向。说那么的一大家这八年多年你别的能盘起这个南京王龙这八这边做林做啊做热秀我们啊班子人格的班马色的红我们啊班子人格的班马色的红我们啊班子格日巴玛色德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